守着一盏孤灯，在这周末的晚上，屋里的人都离去，相聚狂欢等着他们。我这高傲的灵魂，何处是他的归宿？别问别问，何不灭了这盏灯。我也向往心灵交流的知己，我也希望黑夜有人陪伴我。何时才能找到慰藉？高傲的灵魂，何处是他的归宿？